吃大闸蟹，如何一丝一毫的肉都不放过？抓紧学起来，用蟹符顶开蟹盖，开出一个完整的黄，从黑皮下面夹走蟹心，夹走白色血块，夹走蟹腮，回手掏出肚脐，剪开肚脐三分之一处，轻轻松松拉出蟹肠，得到你从来没有找到过的黄和肉。取下这个黄，剥离出里面的蟹味，得到一大块蟹黄，捞出蟹身上的蟹黄。剪开蟹身，用蟹刮刮出蟹身肉，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形的蟹身和满满一盖子的黄和肉。现在还没有学会吗？我连夜赶制出来的蟹身。花是我